主料：猪腰300克，洋葱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香菜、蚝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猪腰一个，洋葱我这里只用了一半。猪腰白色的根要去掉，过一下热水，好让腥味去掉。如果还蛮有腥味的，可以加点米酒进去炒，腥味就会淡很多的了。把材料都切成片，加些姜片果、香菜，热锅加油，先把洋葱加进锅里翻炒片刻，然后再加猪腰进去一起爆炒，同时加盐、糖、蚝油调味炒熟就行。烹饪技巧：猪腰虽然好吃，但很多人都特别怕那种腥味的，所以一般可以加点米酒进去炒，或盐汁一会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